老师，你家怎么有这么多玩具啊？小秋，不要光顾着玩，该复习功课了。老师，你上面写的一生玄命是什么意思啊？哦，意思是啊，我们人这一生呢，必须要树立一个远大的奋斗目标，去争取，去拼搏。只有师弟们才感到怪兽的显现。老师，你在看什么？是怪兽。明明是地震，却说是怪兽。不，这不是开玩笑。好了，老师，现在已经没事了，我要出去逛街了。可是，拜拜。小区有危险。